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撒种后人收，无非是龙争虎斗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从今儿个开始，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历史评书，叫《楚汉争雄》。为了我交代的清楚，您听得明白，这书啊，咱还从头说起。从哪儿说呢？话说公元前221年，就是秦王嬴政在位26年的时候。秦国兵吞了六国呀，哪六国？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齐，让秦国全给造趴下了。现在九州统一，变成了大秦帝国，真是丰功伟绩啊！秦王嬴政高兴的睡不着觉啊，激动亢奋。他那年才38岁。春秋鼎盛，年富力强，这个人又是有作为的人，所以激动的睡不好觉啊，翻来覆去，覆去翻来，他就想啊，现在天下一统了，我如何管理？怎么办？千头万绪，从何处入手呢？怎么才能使太平一统，万事不变呢？哎呀，想到这些真睡不着觉了。因为他呀是很有作为的人，不像一般庸碌之才，他想得很远很远的。这个人呢，您注意没注意，他兴奋过度他也睡不着觉，悲伤过度，生气过度他也睡不着觉。咱比方说，您花2块钱买的彩券，突然一下得了5亿，当你得着这个信儿之后，说你中彩了5亿，你一看明白，真是5亿，一高兴一激动，没气儿了。这玩意儿它也有度的，兴奋过度也不是好事儿。这个秦王嬴政啊，他睡不着觉了，一琢磨。怎么办呢？从何处入手呢？头一项，从我的尊号上入手。我不能叫王，叫王啊就流于一般了，那些都叫王，我还能叫王吗？我功过三皇五帝啊，应当改个名字。这个尊号叫什么好呢？他想啊想啊，怎么也想不出。后来想到孔老夫子说的话了，三人行必有我师啊，我光一个人想怎么能行呢？把文武召集起来，大家动脑筋，大家想办法。他也不管什么时候了，正是半夜丑时的时候，他马上传话，让文武百官到大殿议事。这下可要了命了，文武百官以为着现在天下太平了，睡几天舒服觉，正搂着娇妻美妾安息呢，没想到接到这么个命令，谁敢不去？谁都知道咱们这位秦王啊，那不是一般的人，用16个字可以给他定评，随心所欲，是为所欲为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这个人喜怒无常啊，说变脸就变脸，是六亲不认的一个家伙，所以谁也不敢耽搁，
骑马的骑马，坐轿的就坐轿，赶紧来到大殿议事。这阵秦王嬴政已经就坐了，百官见礼之后分立两旁，谁也不说话，气氛显得尤为紧张。偌大的宫殿声息皆无，秦王嬴政坐在中间，沉着脸往左右看看，旁边有人向他禀报：“哎，主公啊，人都到齐了。”好吧，各位爱卿，今晚把大家召集起来，非为别事。大家都知道，天下一统了，我想要万世一系，得名正言顺呐。大伙儿应当给我想个主意，我上一个什么样的尊号？不能叫普通的王啊，比王要高，比王要显贵的多。你们看看叫什么名合适？百官一听啊，傻眼了，这王是最高级别的了，比王还要高，那叫什么名合适啊？谁也想不出来。这问题把大伙儿全难倒了。有那个人心里头清楚，这一句话说错了，触怒了秦王，就得掉脑袋，就得犯罪。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还是少说为佳。因此秦王嬴政连问了三遍，无人答言。这秦王嬴政这火大了，你们是聋子不成，是哑巴不成？怎么寡人说的话你们没有反应啊？谁都不言语，方才我没交代清楚吗？大家给我上个尊号，你们看什么名合适？有话快讲。那脸就变了，你不能叫大王掉在地上啊。所以旁边廷尉李斯，那是宠臣，李斯脑筋快啊，李斯赶紧迈步出班，躬身施礼：“大王千岁，千千岁！哎，臣听得清清楚楚，方才我想过了。至于上什么尊号合适吗？哎，三皇治世，五帝为君，那是最尊贵无比的了。”三皇，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，这三皇加在一起属人皇最尊贵。大王莫如叫人皇。秦王嬴政一听，脑袋晃得跟崩楞鼓一样，俗俗，太俗了，什么人皇啊？人皇治世的时候统治不过千里呀，现在我必有万里锦绣江山，比他功劳大的多的多，我怎么能叫人皇呢？那也不新鲜，此计不妥，再议。是是是。哎呦，大伙可难住了，半天也答不上来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最后这秦王嬴政眼睛一亮，哎，各位爱卿，寡人想了个主意，你们听听怎么样？三皇治世，我用一个皇字；五帝为君，用个帝字，加起来叫皇帝。哎，我叫皇帝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大伙儿一听，赶紧顺风接屁呀，哪个敢说个不字啊？一齐都跪倒。哎呀，大王圣明，皇帝起的又响亮又切合实际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好好好，各位爱卿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始皇帝，由我这开始做皇帝。那么将来呢，我不在了，由我儿子叫秦二世，我的孙子叫秦三世，我的重孙子叫秦四世，我的玄孙叫秦五世，我的那个搭的孙那就秦六世，叫不上来了，陆续往下排，这叫万世一系。你们看怎么样？
太好了，李斯赶紧进天溜须拍马，主公啊，这个名太符合实际了，我看全名应该叫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这是总称，您听怎么样？另外我还想了，您别叫寡人，也别叫孤，称孤道寡也流于一般，我倒起了个名叫朕，您听这个名怎么样？过去有的人可以叫朕，现在您独家享受，别人不可称朕，这就是皇家御用的，非皇帝用这个字儿，您就自称为朕，您看如何？好啊，好，哈哈哈哈哈！在这开始有了始皇帝秦始皇。另外，秦始皇啊，脑子想的事儿多，不光这一件事儿，他又想到了现在七个国家混在一块儿了，六国一统，如何治理呀、啊？大伙儿再出出主意。人们一想，竟是难题呀、啊，怎么出这主意呢？有人主张还是分封制，您不有那么些子女吗？分封的地方叫他们管理。秦始皇一听，晃脑袋，不妥，分封制是战祸之根源，多少年来竟打仗了，什么原因？就因为各诸侯国养精蓄锐，有了实力，相互之间不服，这才兵戎相见，天下未能太平。分封制不好，你们另想主意。李斯啊，臣在，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，限你一个月的期限，把这事儿策划好了，奏报朕知，是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这才散了朝，文武百官回家一看呢，天哪，早就大亮了，一宿没睡觉，回去接茬睡觉吧。这李斯压力可太大了，秦始皇说话历来算数，一个月的期限得想好了，这么大的国家怎么管理，这个行政规划是怎么规划，靠他一个人不行，他马上把府中收养的博士召集在一起。什么叫博士啊？你一听就明白，博览群书，专家学者，有史学家，有哲学家，有文学家，有诗人，哎，这些人都是有学问的。他召集到府里紧急开会啊，就策划行政管理这件事儿。果然奏效，28天策划好了，地图画好了。李斯上殿见着秦始皇，说：“陛下，臣。”按陛下的要求已经行政规划完毕了，请主公允准。是吗？讲一讲，叫大伙儿听一听。李斯是侃侃而谈呐、啊，怎么谈的呢？既然不能分封诸侯，现在把天下分为36郡，这个郡呢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省，也等于36个省，叫36郡，郡守由皇帝指派，您派，他的等级跟朝中的丞相差不多少，这朝中应当封3公，有丞相，有太尉，有御史大夫，丞相负责于皇帝管理全国的政务，那么太尉负责管军队管武装，御史大夫等于副丞相，协助丞相工作，剩下他的职责就是监察各地的官员，有没有贪污的，有没有受贿的，有没有违章的，他是负责这个的。另外下边设9卿，管理河道，管理粮米，管理财务，管理刑罚的，设9卿负责。地方上最大的官员叫郡守，郡以下设立县，大县叫县令，小县叫县长，县以下设乡，乡的负责人由3老负责。什么叫3老？德高望重的，
有才学的人，老百姓拥护的人，举出仨人来负责管这乡。乡以下设亭，什么叫亭呢？最低级的管理官员，设亭长，五户，哎，为一里，十里为一亭，就这么逐步分工。另外他把地图打开了，这大地图铺在地上，秦始皇倒背双手仔细观看，李斯是说明员，指指点点，您看看这郡分好了，请主公允准，你要不同意我再改。很好很好啊，准奏。秦始皇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哪个大胆敢不听啊，这就通过了。你看2000多年前李斯献的计，直到现在还有的地方沿用啊。这个人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啊。秦始皇批准了之后，心里他高兴啊，马上派郡守治理地方，马上行动起来。哎，另外他把李斯又找来了，跟李斯商量说，现在这人不太好，尤其是七国统一了，人心思乱呐。比如方楚国的人，他想着扶楚国，韩国的人打算扶国，都对大秦不满呐。有些人出轨不守法，将来还得乱套啊，怎么能长治久安，怎么能使太平一统？你给我出个主意。李斯说好办呢，过去秦朝前就有商鞅变法，重点抓的就是这个法律。您呢，别心软，您要制定严刑酷法，老百姓是知法不知恩，定的越重越好。当他们想作乱不守法的时候，一看这法律规定，心里的害怕他就老实了。对，说的太对了，那么你负责给我制定法律。好，这法律太严了，严刑峻法呀，光这个死就有30多种，砍头、绞刑、哎、腰斩、车裂，另外把人卸八块、开膛破肚，搁在大锅里头煮了，搁在油锅里头炸了，哎呀，你听着都触目惊心呐、啊！跟死的刑法都分30多种，这还不说，平时稍微违规点儿，脸上刺字，你跟一般人不一样，叫情形。你说这脸上4个字儿，走到哪块谁都看得见，怎么活呀？打牙、割舌、割耳朵、血鼻子，什么刑法都有。秦始皇一看心中满意呀、啊，制定的好，准，马上颁布执行。严刑峻法刚一公布，招致国人的反对呀、啊。国人一看，这像话吗？这赶上18层地狱了。比如其中规定有一条，两个人同行，说话的高声不能窃窃私语，你要走道嘀咕，犯法。你们嘀咕什么呢？是不是议论朝政呢？是不是对朝廷不满呢？马上抓起来坐牢。如果说你不说实话，严刑拷打，屈打成招者数以万计呀、啊。连这都不行啊，招致很多读书人的反对啊。这读书人呢，真有胆儿大的，这些博士们联合在一起，找了个姓淳的叫淳于琼。这淳于琼就是胆儿大不怕死的，写了本章面见秦始皇，提出抗议，说主公啊，这严刑峻法也太过头了，老百姓一见这个毛骨悚然，怎么能活呀？定得太苛刻了，
有德者昌，无德者亡。以仁德治天下者，万年一统；以残暴治天下者，不会久长啊！陛下必须得更改刑法呀！嘿呦，这一句话杵到秦始皇心肝子上了。刀，大胆！我说你竟敢顶撞于我啊！刑法刚刚公布，你就带头反对。看来你们这些读书人呢，都不是稳当起儿。今天对你不开刀不用刑，有你这开了头，天下就乱了套了。秦始皇马上传旨，把咸阳京都城的读书人博士460多人都绳之以法，全给逮捕。罪名是什么呢？主挠新政，顶撞皇帝，那身犯不赦之罪，这就是死刑啊！哎呦，这450多人呢、拉着长串往刑场押送，这还不说，紧跟着秦始皇又下一道命令：过去的书、历史的书，除了秦国之外，其他国家的书都是妖书邪法，都不能留。老百姓读了这些书之后，对朝廷就会不满意，对于这些书不能留着，必须用火焚之。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啊。坑儒啊，就是把这些所谓犯法的读书人杀了之后埋到一个坑里头，不准家属领尸。京城咸阳是一片大乱啊，这些人哭哭啼啼，背后是法镖，用绳捆着押赴刑场。正在这时候，秦始皇的大儿子，也就是皇太子啊，皇太子正好从此经过。哎，不看罢了，他一看呢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